我是郑云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九月期指，今天出现了一段先杀后拉的区间震荡盘，中场现货小跌29点，九月期指是收在平盘附近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整个九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整个九月期指也呈现一个先杀后拉的区间震荡盘。然后我们来复习三个关键的转折点。首先，我们看到早盘的高点，它叫做11005。在9:05的时候出现，最低点10953，在10:30的时候出现，而最高价出现在将近收盘的时候，它叫11024，时间在1:44。那今天的行情有两段哦，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段行情从11005下杀到10953，这一段行情有52点的行情。那第二段行情呢，从10953到这个最高点，它总共有71点的行情，两段行情加起来，又阁是123点的行情。哦，这个我写的当冲行情哦。那么在公布我们今天的专业当冲操作之前哦，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。什么叫做玩一个小游戏？很简单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当你在看我节目的时候，我想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哦。这个小游戏是这样的：如果说时间可以倒流到8月31号，今天早上的8:45。我们假设了哈，小叮当给了你一台时光机，你搭着时光机回到8月31号，今天早上的8:45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今天会怎么操作九月期指？我相信所有人答案都一样，你一定会告诉曾老师，我今天一定会在11005这附近给它放空下来，然后放空下来之后呢，在10953这里呢，再给它用力的做多上去。请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会这样做？没有错吧？问题是时间有没有可能倒流？没可能。好，时间不可能倒流，所以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想办法，让今天早上8:45，你就能够事先的知道这里可以空，然后这里可以多。在今天的节目里面，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，掌握转折点，你自然富贵就稳中求。其实我经常跟大家分享棋子当中的长胜诀窍。我相信这张字卡大家一定常常看到，到底操作棋子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常常赢？其实你只要每天保持高出跟低进，这个我讲过了嘛，你就可以变成赌神高进了嘛。高点放空，低点做多，你就可以变成赌神高进，自然就会赢得很习惯。问题来了，到底要怎么做到？我说高出低进每个人都知道，问题是为什么你今天做不到？你一定会告诉曾老师，老师今天开盘的时候，我哪可能知道这里是高点？我怎么可能知道这里是低点？我就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我才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，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你早知道？我说绝对有，只要你相信它绝对有。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，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，我讲过了，如果你拥有我这一套仙人指路智慧版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绝对有机会早知道。老师，真的还假的？你不要骗我呢。那使用这一套仙人指路的智慧版会不会很复杂？我跟你保证，绝对很简单。你只要看得懂阿拉伯数字，你只要看得懂阿拉伯数字，你就会操作的。老师，刚五亚金价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，到底今天使用这一套仙人指路智慧版的软体会员，今天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一开盘就知道今天的高低点呢？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系统用户的一个实战操作哦。首先，我讲过了，使用我们这一套仙人指路的智慧版，它真的很简单。有多简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操作方法。你只要是我们这套系统的用户，我每天都一定会发这种简讯给你，规避洗盘，规避多空双八。你只要使用仙人指路智慧版，你今天不要做任何一笔市价单，是不是写得很清楚？软体会员今天完全不做市价单哦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按照仙人指路，8:45。压力转折点，你就去给它放空；那支撑转折点，你就去给它做多。成交之后，颜色25点的停损，否则呢，你就不要动作。使用这套仙人指路的智慧版，我再讲一遍，你不需要市价冲来冲去。8:45一开盘，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去挂单，然后等待转折点位的来临，用守株待兔、以逸待劳方式来操作台子期就可以了。就像今天哦，把时间拉回到今天早上8:45。如果你有这一套仙人指路智慧版的话，你只要是这一套用户的话，麻烦我们来核对一下，我们来核对一下时间还有价位。当今天一开盘，你不晓得高低转折点的时候，
你只要打开这套软体，你就会看到一个画面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画面，8:40打开软体，你会看到一个转折点。好，这个转折点它告诉你预挂做空10994，好，10994哦，这个就是转折点，转折怎样？空点，转折做空的点位，它叫10994。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一开盘马上打开电脑，开盘价开在哪里？10975，我们来核对一下哦。今天开盘价，来导播请拉近，是不是开在这里叫10975？当今天一开盘开在10975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马上去做一件事情，赶快去挂单，告诉营业员你要在10994去放空，放空几口？2口大台子，有干单不？是不是干单？来，各位，使用仙人指路系统，我说真的很简单，你只要看得懂阿拉伯数字，你就会做。8:45你就可以事先去挂单，挂定价10994做空，至少2口大台子。行情从这个地方来，请拉近10994哦，这个杀下来哦，杀下来之后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都是绿色的 K 棒？有没有绿色的 K 棒？绿色的 K 棒有没有？一直到这里，请拉近这个地方最低点10953。哎，老师翻红了呢，老师翻红了呢，是不是这里可以做多？没有错，这里就是可以做多。老师真来假的？你的软体这么准？我告诉你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我现在请所有的这个软体用户跟我核对一下，当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，转折的空点是不是10994？我请大家去看一下。好，当空完这笔单的时候，他既然给你的转折空点，他能不能给你转折多点？可以哦。接下来你看到绝对不要傻眼哦。来，一样在8:45打开软体，他一样会给你一个转折多点，他叫10955，惊死人，给他上低点10953。我们的系统在8:45算出来的转折做多点，它叫10955。所以到底在哪里可以做多？不要猜，真的不要猜。使用这套系统真的就是很简单，8:45你就会知道，10955预挂做多，至少2口大台子，10994放空，当然10955就要出掉嘛，你才能够做多嘛。所以这空单当然来到了这个转折做多的点位，你就是给它获利了结出掉，然后就跌了78点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早知道的事情？绝对有。来，当你拥有这套系统的时候，导播请拉近哦。一样在8:45，你会发现到这个叫转折点，这个也叫转折点，但是这个是转折空点10994，这个是转折多点10955。当你今天拥有这两个数据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今天早上会先放空下来10994这个地方，先空下来，然后10955嘞做多上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关键重点就是在8:45，你能不能知道这里可以空，这里可以多？那到底要怎么知道？我讲过了嘛，现实的生活里面，时间是不可能倒流回去，但是现实的生活里面，你可以安装这一套仙人指路的智慧版，装在你的笔记型电脑。你今天一开盘的时候，你就会瞬间知道哪里可以放空，哪里可以做多。当你知道了这个空点跟这个多点的时候，就会这样做。首先，你会先放空10994。行情杀下来之后，把空单出掉，跌78点，接着再预挂做多哦。各位，在10955再做多上去，来到收盘，我们来算一下。提醒会员，所有软体的转折点部位，我们一律只操作当冲，完全不要留仓。只要没有打到25点的停损，一律怎样收盘价出清。下周一再操作。各位，今天收盘价收在哪里？请拉近，收在11022。当你今天放空下来，在这里做多上去，收盘价出掉之后，简单的两段交易，你会发现到有212点的价差机会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什么？掌握转折，你就可以赢得很轻松。你今天之所以没有办法赢得很轻松，是因为一开盘的时候，你不晓得这里可以空，你不晓得这里可以多，所以你今天当然赚不到啊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知道这里可以空，这里可以多的话，今天这123元的行情，你绝对可以轻松的做一趟空单下来，再做一趟多单上去。是不是很简单？所以简单跟困难之间，我经常讲它只有一线之隔。你今天如果想要享受到市场上的行情，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方法。那什么是方法？这个就是方法。我讲过了，这套系统我们的会员使用了5年。为什么这5年来我不断的介绍这套系统？因为这套系统是针对台指期每天当中的高低转折点而设计的。这个软体跟红买绿卖不一样哦，你来看一下哦。红买绿卖软体今天杀下来的时候，它不可能在这里叫你做多，它一定在这里怎样出现翻空讯号。可是你仔细看一下我们的系统，加西朗今天你看有没有早盘都是绿棒，有没有看到早盘都是绿色的 K 棒，一直杀到这里来拉近，哎，竟然出现红色的 K 棒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里就是翻多点啊。那有没有真的翻多？真的有翻多啊，8:45它就算出来转折多点。
转折做多的点位就叫10955，而且刚好穿价两点成交。今天的最低价你看到什么？今天最低价你看到就是10953啊，953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套系统跟红买绿卖软体真的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套系统我再讲一遍，它是针对转折点设计的。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转折点，这个也是转折点，都在8:45。转折空点10994，转折多点10955。当你按照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真的可以赢得很轻松。为什么？早上你会先放空嘛，因为空单先成交嘛，对不对？那空单成交杀下来之后，10955出掉，是不是跌78点？那10955做多一直摆到收盘，是不是涨134点？这两段交易加起来212点，有简单不？是不是真简单？所以讲，我跟你讲，卡叔讲你手头顶无这套软体，我跟你讲，你的棋子以后绝对永远都会觉得很难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无法掌握转折点的话，你凭什么迎战期权？不可能嘛，对不？你连关给点你都不知道，你要跟人做什么技术？关点你不知道，给点你不知道，你要跟人拼技术？你拼不赢，你听我意思哦。所以我常在电视跟大家讲哦，其实哦，所有的赢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。什么秘诀？我们看一下，赢家的秘诀很简单，8个字而已：买在低点，空在高点。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答案，可是很多人却做不到。你知道要买在低点，你知道空在高点，你知道啊，但是为什么你做不到？原因出在这里，因为你没有方法事先知道高低转折点。你知道关点卖空，你知道给点卖做多。问题是关键在哪，给点在哪，你干嘛都事先知道？你没有办法事先知道。那如果说今天你有这套系统的话，你绝对有可能事先知道。所以我经常在电视上告诉大家，当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在8:45知道当天的高点跟低点，而不是等收完盘才知道，你可不可以成为赢家？保证可以嘛？那问题是有没有这个方法？来，我们再来看一遍哦。我们来核对今天的高低转折点，我们再核对一遍。来，各位，请你看一下今天三个关键的转折点：早盘11005，然后低点10953，尾盘出现今天最高点。如果说今天时间倒回到这个8:45，你的笔记型电脑里面有这套系统。来，各位，当8:45:01你打开软体的时候，你瞬间看到这两个转折点，我问你，你会不会做了？你一定会做嘛？这个地方要做多，预挂做多嘛，很清楚嘛，转折点嘛。这个地方要预挂放空10994，你按照这些点位去预挂，去预挂，一开盘就预挂，你会先成交这个空单，空单跌下来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咧把空单补掉，接着做多上去，形成了这样高出低进，也就是如同我电视上所讲的这个价差机会。当这个价差机会你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在你的笔记型电脑装这一台电脑咧？所以在今天哦，又周末了齁，昨天其实我推出了一个佛心专案，好，佛心价。很多投资朋友都来电询问，今天是周末，我们再顺延一天，好，再顺延一天，好，各位，这个佛心专案啊，推得非常好，很多来问，因为真的很佛心，它的价位真的很亲民，有多亲民，你一定要来问。利用这个周末，我们就到这个周末结案，这个周末就结案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昨天你有看电视的，昨天你还在想的，今天不要想了。不管是我们的简讯，或者是我们的系统，甚至于是选择权当冲班，3项商品里面你任选一项，我们给你一个佛心价。好，我希望利用这个周末假期，大家想知道、想了解、好奇的人都来问看看，因为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，非常的佛心。限定本集节目，这一集节目结束之后，每个都来询问佛心价。不管你是想装软体，或者是想接收我们的手机简讯的，都可以来询问这佛心价。我再讲一遍，佛度有缘人。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忙的话，你一定要主动来找我，因为你不来找我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知道你人在哪里。就算我想拉你一把，你也必须把你的手伸出来让我拉你一把嘛。所以利用这个周末假期，不要再想了，不管怎么样都要来询问这个佛心价。这个佛心价到底有多佛心，到底有多亲民，你问了就知道。该怎么做？把握中场资讯，跟我们做个洽询就可以了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，谢谢各位。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战胜期权，曾老师特别推出了一个圆梦专案。圆梦专案，全方位体验营，全方位体验营。棋子当冲讯息，棋子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
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。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让期王帮助你圆梦。速拨迎战圆梦热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，让曾老师帮助各位战胜期权，一起来圆梦。欢迎各位踊跃洽询，谢谢大家。迎战期权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期王曾老师帮助您圆梦。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速拨圆梦专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。期指当冲赢家秘诀，买在当日低点，空在当日高点。你知道，但你却做不到。期王操盘软体帮助您迎战期指，关键多空转折点，8:46事先预知，买在低点，空在高点，不再是白日梦。期王操盘软体轻松拥有价，一季38800，迎战期指刻不容缓是立即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确实消毒，鸡肉蛋要熟食，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，不生食，不购买，不自行宰杀，不喂食，不接触，三要五不勤防护，人间处处有晴天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下半段节目回来到现场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如果你是期指大咖的话，下半段节目真的很重要。为了要帮助市场上的期指大咖，曾老师现在特别成立了一个 VIP 的重压会员。什么叫 VIP 的重压会员？认真听哦，你的口数啊，卡输公啊，真多，你的操作资金很大，口数很大的投资朋友，一定要认真听，我们是怎么带的，来。100%当冲，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流仓压力，也是做当冲。再来哦，每笔交易就是8口大台子重压，有没有看到重压？重压，那怎么重压？再转折点，好、哦，再转折点重压，快速累积财富。也就是说，透过手机简讯，我们会把这个转折点告诉你，然后请你去重压，用这个方式快速累积财富。更重要的是这个绩效，我们还会扣掉手续费，手续费一口单来回用一点来计算。每一笔交易，不管是停损或停利，我们都会给你累积计算。所以这个地方有兴趣的期指大咖，你一定要来询问一下。好，那今天这个行情啊，先压后拉，我们期指大咖怎么做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今天行情先压后拉齁，其实我们早上呢是放空下来，好，放空下来。那怎么做呢？请你来看一下。当你的操作的口数有八口单以上的话，你今天会这样做。开始来看一下我们的实际动作。VIP。哦，这8:47哦，九月期指，我们今天挂定价11001，去做空至少8口大台子。各位，为什么这个只能在转折点去重压？因为口数太大，你不可能用市价单下去做，你只能挂单在那边等。所以这个绝对是100%定价的方式。好，我们今天8:47就请重压会员挂11001去做空至少8口大台子。仔细听哦，不管你的口数下几口。好，不管你下几口，我们这个盈亏的绩效都用八口单下去计算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一出手可能就是20口、30口，甚至50口、100口，那都没关系，我们就用八口单跟你算。好，今天 VIP 期指会员，好，重压会员挂定价11001放空，至少8口大台子，9:05，各位
9:05出现11005嘛，这一顶新高位嘛，接着就杀下来。好，这个成交之后呢，到底要怎么停利停损？各位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成交之后我们一定会通知你一个停利点，先出一半。来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9:07哦，9:05成交了嘛，9:07 VIP 11001空单促价成交者，这笔单的成本我们就用10000来计算，因为手续费要扣一点，哦，手续费要扣一点，所以这个成本实际的成本是10000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请会员挂10960，获利40点，先出四口单，先出一半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做对的时候，我们会在适当的点位，事先告诉你先停利一半，先停利一半，哦，那当然也会告诉你停损价，停损价我们就抓30点，这个成本是10000嘛，这个停损价就设11030，好，11030哦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VIP 进场的成本在11001去放空，来回的手续费一点，用10000为进场的成本价。那停利40点，10960，这个一定停利得掉了嘛？因为最低还杀到10953嘛，所以这个停利下来10960一定出得掉。这停利掉四口单之后，它就大跌多少？160点。老师，它存一半要安怎？后边扭起了呢？后边扭起了呢？要安怎？好，剩下的一半其实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怎么说？我们接着往下看哦。现在存一半的部位，我要安怎抓？10:33 ，VIP 剩下四口单，如果没有回撤成本。哦，进场的成本价全部呢，就用收盘价平仓出清。那万一打到我们的成本价，我们也要全部出清。也就是说，剩下的一半，我们抱着不赚钱的态度，好，抱着不赚钱的态度，只要它回到我们原来进场的成本10000，我们就退场。那万一如果没有回到我们的成本价，我们也许呢可以再多赚一点嘛。那当然，今天呢剩下的四口单，它回到成本价，我们就出掉了嘛。出掉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来算一下哦。来，各位，一点整，因为出掉了嘛，我们就提早公布绩效。VIP 今天的绩效10000，做空八口，哦，做空八口嘛，哈，四口单在10960，停利160点，哦，停利挣160点。那剩下的四口单成本价11000点出清，这个没有赚也没有赔，剩下一半没有赚也没有赔，所以今天的绩效共计挣160点，这就是今天的当冲操作。当你选择在转折点重压的时候，你有一半的部位可以呢享受到160点的机会，那剩下的一半因为尾盘弹上来，所以你在这个成本出掉之后没有赚也没有赔，而且这个价差160点是真实的一个价差，也就是说它是扣掉手续费的价差，这相当于新台币多少？32000块。好，哦，那为什么老师你今天为什么不在这里全部出掉？原因很简单，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哦，这是昨天的操作。昨天是整个一波杀下来，我们昨天是不是在11131去放空这 VIP 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后来是不是出现11135穿价成交？那我们是不是出一半在11080？是不是200点？那剩下一半是不是可以赚更大？所以我们的做法，我必须要讲 VIP， 因为口数多，所以我们会选择怎样？先停利一半，剩下的一半我们要拼更大的机会。像昨天，这剩下的一半是不是可以赚更大？赚428点。对不对？那第一批先出掉，是不是赚200点？两个加起来就628点。我要你了解我们 VIP 的做法，八口单进场之后，只要有获利，一定会先出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就拼更大的机会。昨天拼到的就是628点，125600。那今天呢？它后来反弹上来，这剩下一半会不会受伤？完全不会受伤嘛，因为在成本出掉嘛，还是有160点的机会。用这种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方式，你才能够真的在大行情发生的时候，一波怎样咬到底。就像昨天就一波咬到底628点，那今天160点，两天下来几点了？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两天下来快800点呢，700多少？88点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卡叔公，你今天靠手告多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，VIP 的短期体验，只有这压八八专案，你可以来问看看。好，哦，你觉得合适、满意，口数够大，我们来做看看。两天下来788点，我相信这个绝对可以吸引到棋子大咖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棋子大咖，你有兴趣也可以利用这个周末假期来询问一下上面有这压八八专案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的口数没有八口单，我们还有个佛心价给你。所以利用今天不管是佛心价或者是这个压八八专案，我希望投资朋友可以利用这个假期，我们假期的服务人员正常上班，假期服务人员正常上班，利用这个周末假期把佛心价问清楚，把这个压八八专案问清楚，然后下个礼拜一跟我们一起迎战棋子。我们下周一见，谢谢各位。
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稳住，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战胜期权，曾老师特别推出了一个圆梦专案。圆梦专案，全方位体验营，全方位体验营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让期王帮助你圆梦，速拨迎战圆梦热线0800370888。0800370888，让曾老师帮助各位战胜期权，一起来圆梦。欢迎各位踊跃洽询，谢谢大家。迎战期权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希望曾老师帮助您圆梦。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速拨圆梦专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。期指当冲赢家秘诀，买在当日低点，空在当日高点。你知道，但你却做不到。期王操盘软体帮助您迎战期指，关键多空转折点8:46事先预知，买在低点，空在高点，不再是白日梦。期王操盘软体轻松拥有价，一季38800，迎战期指刻不容缓是立即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